三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黑暗灵魂三》。看看后面有没有藏神器，又不是纳克。不能找，就算可以找，我也不会找。好怪，我好像再慢一点再躲，等他跳了再躲。Yeah.
你啦。好，我好像变通畅不少哦，一下下就把它砍掉一半的血。哇，要撩啊！加了，加了，是加了。哇塞哇塞，少年体质。换满好了。
了吗？您终于死了吗？金黄财星，蓝血的灵魂，深渊监视者，终于打赢了，有够难打的。
不好看。他的左手，可是他的右手。右手不好处理，我觉得。哇！造人就是比较简单啊。
起来这么……哎、欸，我的同伴呢？他们要进来。进来，怎么会这样？好，来了来了。
明啊！居然这样没锁掉，太惊险了！啊，躲躲躲躲！
专家
不会啊，他蛮帮上忙的，我觉得比诗一哥还要好多输出最大化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加法术攻击啦，但是就是我能穿得起来，不会太重，然后又可以雷的防御比较高一点的，法师输出高，高输出又可以穿装的话，不就太缩臂了？对啊，所以这装我觉得。没有感受到太大的效益，就是不是更有了法师感，
那我接下来可以休息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要动。翻来翻去千鸟死了，千鸟翻来翻去千鸟死了，千大概就是这样。拿宵夜出来，没有宵夜去喂。再多拿几只狗狗练一下翻滚的事，好哦。
这一招。拜托。打死你啦！耶！哈哈哈哈哈！我过关了。